那还不允许人家都币一把了吗？说维鲁斯呢？啊，那啊，EP 是维鲁斯啊，原来是维鲁斯，我以为说我 no 币呢。I don't，不对，I know or no 币，you no 币呀？你俩还玩不玩了？你瞅这韩服，你瞅这韩服没有？这有病！塞拉斯不去打野，人马不打上路，给我反过来，没带魔抗，讨厌。怎么跟他打的？这把一个电源也没有啊。미니언들이 생성되었습니다. 和王继超换路算了吧，他带的护甲拉倒。你开延迟了吗？没。没开呀，我从来不开延迟，我开延迟还怎么跟着水友勾流啊？他倒好，带个护甲。你这打我多疼，你瞅瞅，打一套打我半管儿。本来这塞拉斯其实不应该打我这么多血的，这叫上野联动，哎，这才叫上野联动。这波就不跟他打了啊！我这把得出死刑，我没有死刑，俺们家一个点烟没有。这塞拉斯这个吸血，他要无敌。塞拉斯能猴子大吗？你这就相当于问一下猴子能不能上树一样。为什么不能？这不是常识吗？这皮肤手感确实还可以。
留人呢，我操，我为啥才五级呀、啊、我五级我踢个屁呀、啊、我现在有病似的。哎呦我天哪，我才五级吗？我怎么瞅着我六了呢？谁六了？这六级了，我记着，真是超了个 DJ 呀、啊！拿个扣逼着他，让他把兵线推进去。吃口屎吧。现在打塞拉斯其实有点难打了，但也不是不能打。哎，你不补车的吗？呀哟，你车都不补啊！这人真的好猥琐啊，车都不补。不亏吗？这你都忍得住，你说是？不行，我没蓝了，干不过了，溜了溜了。Nice 啊，兄弟们，这波塞拉斯血亏，他血亏死了，他红也没了，人他也没打死，他血亏他，死给他亏出来，空波兵线，看你交不交船。这不行，这扇着妈搁旁边呢。别追了！Nice 啊，他还是别追了呀，不 Nice 了，这是买一送一就不太好了。这人真是，哎，
这个怎么杀？我操的，这个太难杀了，就只能发育。你看着吗？带个 TP 就这样，就没办法，就只能发育。打他就跑。你瞅瞅，这个峡谷先锋我要了。原来是踢飞了，果然王继超的光头还是一杠三了，不出所料啊。可以打，那塞拉斯没有船。走，回家。下播。管的是船下路。先把鞋出了吧，这二速鞋出完以后游走起来也是比较方便的。我有 TP， 塞拉斯没 TP， 可以干一波下路。一血塔能不能拿下？不行啊，好像没有对面拆的快。Nice 啊，一血塔！峡谷先锋跟我作对是不？游戏结束，这好不容易打出一波机会呀，能杀一次塞拉斯，仅仅只杀了一次，可太难了。你 TP 好了，我知道，我早就好了，但一直没机会呀。刚才这波打回来点还可以，打他们家先杀梦魇，不行，先杀轮着马。
杀！如果他刚才踢过去，银马应该是死的。我没有红 buff， 粘不住他。下路拆了。机会，我现在如果不回家，有可能会被银马踢。算了，回家吧。来小龙，回去让瞎子摸你就踢过去了。那我追不上银马了呀，我得追他呀。他能近身，他一身血，我能打过他，他也打不过呀。来小龙，这条小龙我们得要了。打轮着妈一个大可以接受。小龙。嗯，可以说啊，算了算了算了，那边不去了不合适，去肯定是不合适。我有闪没关系。塞拉斯人呢？杀杀这个，杀这个，杀这个！塞拉斯，应该是必死的，这是。拿个助攻吧。差点钱，兄弟。差五十。我上车。可以。哎呦，我们这有点无敌了，我们这是配合呀，我发现我们这配合起来了，无敌了，兄弟们。配合起来了。有没有助攻这倒无所谓，助攻也不没有钱。其实现在打团就等于无敌，打团打团打团，
这拆掉没啊？没拆掉，差一点点。巴拉巴拉巴拉，巴拉拉消磨仙。28秒，我带着梦魇应该没什么问题。你们就看着我这把怎么变成的战神就完事了啊！我20分钟黑切，人呢？我20分钟黑切死亡之舞，你知道？你知道这是什么概念 ？I'm God， God。不急，打龙可以，就是。I'm God。这不打龙兄弟们。问题不大。那没办法，那对面龙不要来杀我来对不对，那就死就死了对吧，没关系，可以死，不是不能死，可以死。尬的倒了，那尬的无了，但我起来我还是尬的，我下波还是尬的。来，尬的来了，驾着我的七彩祥云，先杀梦魇来。放眼儿了，算了，咬你一命，小老弟。2换3，可以接受。实在是不行了，追不上了，跑得太快了。这尬的为什么没有 buff？杀梦魇儿，往哪跑？你能跑得了？我把我裤衩吃了，你还要跑？你往哪里跑？这个王一招可有点惨。小心点啊，
十五级瞎子，你看他补多少个刀？他补了200个刀，他比我补刀都多啊！他没有 ADC 补刀多。那种 poke 流维鲁斯，感觉其实不是那么很强大，你知道吗？小心点啊！下路在线其实可以。不行，我跟着梦魇带他，怎么老要杀你呀、啊，兄弟？他怎么老想着杀你？你让他过来杀我，我看他敢欺负我不？你别欺负光头，你过来欺负我，净挑着软柿子捏，真是的，你捏一捏我，我让你知道榴莲长什么样。这打不死，这有大。优米能回血，这不是去幼儿园的车，不能上啊！小龙啊，小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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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保护 ADC， 全死你们得，你们得全死，你们得全死，全都得死，给我死！这是什么玩意儿？再死一波！先把塔拆了呀！走吧。把小龙拿了，然后我们再拿条大龙，哎，就可以了。贪婪呢？贪婪也行，可以接受。现在允许贪一波，来个表吧，出个表。大龙一拿，拿下。嗯，给我杀！别急啊，先往后边拉扯一波。杀梦魇，拿下，直接拿下。这个梦魇确实是没什么太大的用。
死呀，瞎子！金丝猴。拿下一把。